们说这个冬天熬得让人憔悴。今天上午早晨又一例新冠肺炎患者在平度治愈出院，今天又有一名确诊患者治愈出院。有人说他怕了，别怕，初春已经到来，城市的冰雪已经开始消融，勤劳的人们已经重回岗位，马路的车流已经破冰前行，每个人每个职业每个坚守者正不断向前，迟日江山里，春风花草香，青岛春天已在路上。